旧称的翡翠谷，因此命名为翡翠水库。赢的还有一位超级巨星，那就是整个背面鲜艳翠绿、前点头有一条过眼清线的翡翠树蛙。调查证实，翡翠水库集水区拥有已知最大、最稳定的野生族群，因此北管局提出划设保护区建议，并于102年12月10日由农委会正式公告成立。除了保护食蛇龟与其栖息环境，并可同时保护水资源，成为国际间保育的典范。
们刚刚进来这山坡地很多猴群，哇，这很多猴子啊，不同的猴啊，不同的族群，还有台湾蓝雀，台湾蓝雀虽然说，那老鹰的话，台湾黑鸢啊，然后大概下午会比较多，这个山谷到尤其是急诊区里面，黑鸢就是我们的老鹰，老鹰抓小心的老鹰。台湾最多的老鹰就在这个急诊区。250万吨不是全部这边供应，是自来水处。今天如果下雨，南四溪，我们这里是北四溪，还有这山的后面是南四溪。北四溪、南四溪汇流，我们刚刚进来的那个那座桥，大门口那座桥，就是南四溪、北四溪汇流。140以下就差不多是完蛋水位了，就是低水位了。所以前50就剩下100公分左右的深度，长水量多少？大概150公分左右，这样子。这个已经到这个闸门撞坏了，撞坏了这个把水库的水放开。